来来，谢将军。不错。嗯，哎呀，三弟，二哥，去。嗯，你还在这喝酒？大哥已经发怒了，大哥要请诸葛亮，他自己去请就是了。我老张吃饱了饭，还要练兵。哎呀，妈，两不相误啊！三弟，你我弟兄自桃园结义，形影不离。大哥的心意，你我应当深知。哼，我就不信，一个山野村人有何齐天之才，还用得着你我弟兄三往隆中去请？哎呀，干脆派人把他捆了就是了。是，二位将军。主公已独自一人往隆中去了，三弟快走去追大哥。壮志功名兮尚未成，呜呼兮久不遇阳春，朝阳酒徒兮起草中，至今夕谁肯论英雄。妙妙，是是是，石工头，石工头，好，好，看他的，看他的。不重不重，把酒三杯饮，两手。哎，盛情菜齐了啊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行行行行行。哦，石工，请。美酒一斗，野味一口，福哉，福哉。嗯，诸位请，请请请请。听说刘备以二谷茅庐，今日何不请石公谈谈刘备，以助酒兴啊？诸位要谈刘备嘛？啊，我有四句。哦，哪四句？心比天高，命如智伯。自言人主，泥牛下河。妙。听说此人知习卖鞋出身。那关张二人也是屠猪贩马之辈，能成何大器？仁兄此言不然，想那高祖昔日不过是个小小亭长，而后一统天下，开创了大汉几百年的基业，后人谁不敬仰？我看刘备先生想必就是卧龙，请受刘备一拜。哎呀，久仰久仰。刘皇叔，你又认错了，此乃柏林崔周平。哦，久仰久仰。幸会幸会。二弟三弟，快来见过卧龙先生好友。关羽有礼，张飞有礼。岂敢岂敢。刘皇叔请坐。请坐坐。来，请坐。诸位先生既是卧龙先生好友，必胸怀旧世之才，如今大汉江山难保，刘备心欲匡扶汉室，只恨胸无良谋，请诸位先生不吝赐教。皇叔所求乃治国安民大计，我等山村野人不敢妄言，你们兄弟自往隆中求教卧龙。刘皇叔请快上马，不然张将军又要拔剑出鞘，我等的头颅难保啊。
今日先生在家吗？在家，在家。哦，先生今日在家。刘皇叔，请。好，啊，二位贤弟在此等候。请。好。不要惊动他。大哥站立，他却睡大觉。大哥，嗯，大哥，我去把他捆走就是了。三弟，休得鲁莽。嗯，去去去，出去。大梦谁先觉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先生，刘皇叔在外立候多时了。哦，为何不早报之于我呀？好，待我更衣前去迎接。是。此人如此傲慢，大哥。我到屋后边放他一把火，看他起不起。三弟，休得无礼。三弟，大哥，那刘皇叔先至有请。皇叔驾到，屈尊堂外，望其恕罪。刘备今日得见先生，是乃天大的鸿福，怎敢屈尊二字？皇叔请，请。请，请。我乃山野之人，怎敢劳驾皇叔三次亲临草堂？多蒙徐庶走马相见，两次进谒未能如愿，今日得见，祈求先生交以振兴汉室之策。皇叔请用茶。上次我来留有一信，先生看否？啊，看过了。徐庶之言皇叔不可轻信，徐庶之言不是虚谈。望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，给予赐教。我弟兄三次皆成拜法，难道先生不能赐教一二吗？既然皇叔如此恭谦，鄙人就斗胆妄言，不知皇叔可听得入耳？先生听讲。好。自董卓进京以来，诸侯称雄割据，天下大乱，曹操战败二袁，征讨三郡乌桓，平定北方，有拥兵篡权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皇叔不能与之抗衡。孙权久战江东，独霸三吴之力，能人勇将颇不为少，皇叔也不能与之相争。如今皇叔借居新野，县小地狭，蔡氏姐弟又日日逼你归还，
这小小的新野也难保啊。以先生之言啊，皇叔。皇叔请。皇叔请看，这是荆襄西川山川河流图本。哦，皇叔要想一统天下，当先取荆州为扎根之地，后取西川为勃发之本，与曹操孙权成其鼎足三分之势。三分之后，皇叔可广招天下英雄，西河祝融，南抚夷越，外接孙权，联吴抗曹，内修政理，审时度势。一旦天下有变，皇叔可命一员大将指导宛洛。你亲率一州之众杀出秦川，到那时何愁江山不一统于皇叔之手啊。先生之言顿开茅塞，使我刘备如薄云雾而见青天呐、此乃大势所趋，非我自荐。哦，过谦了。皇叔请。请。先生未出茅庐，已知天下三分，真乃万古之人杰也。望先生能出山相助，共图大业。鄙人才疏学浅，重整乾坤之举，实难承担。大丈夫抱经世奇才，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？诸葛亮，你到底出山不出山？三弟，大哥。三弟性情粗野，请先生万无怪罪。卧龙先生，刘备虽名为德伯，望先生不期必见，能出山相助。皇叔请起。皇叔请起。先生不怜我刘备，难道不怜惜天下苍生吗？我受皇叔三顾之恩，焉能不出山？
大哥，曹营夏侯惇率领10万人马杀奔新野来了。哦，哈哈，这下可好，卧龙出山，大哥说如鱼得水，此番曹兵杀来，可让那水去挡吗？三弟，大敌当前，焉能如此冷言？军校在，快请卧龙先生及时商议。是。曹操发兵10万向新野杀来，我料夏侯惇必经博望坡，博望坡左有玉山，右有安林，可以埋伏人马。赵云，你引500人马为前部，只许战书，不许战营，诱敌入坡。关平、刘封，可带领500人马到博望之南，曹军一到，先放起大火。遵命。云长，可带领1000人马到玉山埋伏，以南面火起为号，纵兵出击，焚其尾部，辎重粮草。翼德可率领1000人马到安林埋伏，见南面火起，就去烧他的屯粮处。主公可亲自率领1000人马为后援。嗯，各需依计而行，不得失误。我等皆去迎敌，请问军师，你做何事呢？我坐守此城。嗯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卧龙先生，我们都去厮杀，你却留在家里，好自在呀！啊！剑印在此，违令者斩！二哥，大哥心眼太死，卧龙之言百听百依，我就不服。三弟，看看这一仗打得如何？若是卧龙用兵不当，他就无脸见我弟兄。我就不信夏侯惇会到博望坡。驾。哭！将军为何发笑？我笑那徐庶在曹丞相面前夸诸葛亮为天人，嘿嘿，我看他用犬羊之兵为前部，怎能与我虎豹相斗？赵云败退，这是诱敌，恐有埋伏啊！嘿嘿，如此敌军，就是十面埋伏也没什么可怕，今晚不到新野活捉刘备、诸葛亮，誓不罢兵。走。
将军，嗯，前面路越走越窄，当心火攻啊。嗯，将军，火火火，三弟，二哥啊，二哥，这把火烧得好啊！啊，三弟，这把火烧败了夏侯惇，也烧败了你我弟兄啊！哦，哎呀呀呀呀！二弟、三弟，军师来了。军师，请受我弟兄一拜。二位将军，请起。城内已备好酒宴，给二位将军庆功。